请大家注意一下，明天早上同样的6:30，我们必须要来到礼堂报道，开始我们的节目。6:30早上，耶稣祷文，请大家准时哦。谢谢你们的合作，我们很感谢天主。这个美丽的晚上，在我们中间成就了美好的事。让我们站起来，带着一颗感恩的心，感谢他。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个美丽的晚上，让我们能够开放我们的心，去宽恕，去原谅那一些得罪我们好深好深好深的人。我们感谢你给我们种种的恩宠，种种的恩赐，治愈我们内心的伤痕，抚平了我们内心的伤口。主耶稣，请你降服我们这一个晚上，获得你的降服，能够好好的休息，以便在明天能够更有精力、更有精神的继续我们的讲座及参与你的弥撒圣祭。感谢你的宝血保荫我们每一个人。主耶稣，祈求你以你宝血保护每一个人，无论是住在这里的，或是等一下赶着回家的，都得到你的护佑。我们这样祈祷，是因主耶稣基督之名。最后，我们邀请黄春兴神父给我们一个降福。愿主与你们同在，愿你的心灵同在。愿全能的天主圣父、圣子、圣神降福你们。Amen。 我们很有福气，因为天主很爱我们。我刚才一走进来，有家友说：“哇，王神父你越来越 handsome， 很开心。天主很爱我们，很爱修女，很爱神父们。我们是很有福气的人。2年前我在金马伦参加孙修女的讲座以后，我得到很多很多天主的恩典。我希望明天还有一天，我们都在主内彼此的成长。我的房间在11号，但是不能告诉你我在第几楼。我看主教很担心我跟你们同一楼，半夜我看他会把他2只狗绑在门口。好了，开玩笑啊！祝福大家一夜平安，天主保佑，谢谢你。在我们的食堂还有一些茶点、一些饼干、一些茶水，你们如果觉得肚子饿的，可以到我们的食堂去吃，谢谢。